观众也非常期待林志炫的表演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今天晚上的夺冠大热门，而他的搭档呢是萧敬腾，两个人要演唱非常轻快的歌曲，而且呢是英文歌，看起来默契十足，不但修歌艺呢，还跟女舞者性感热舞。而另外呢，杨宗纬的部分呢，他是跟大陆歌手李泉合体演唱范晓萱的歌。一上舞台就展现出必胜的企图心，林志炫找来萧敬腾合体，一改深情的曲风，选择轻快老歌 Easy Lover。由于第一次彩排，外界反映萧敬腾的歌声盖过林志炫，经过调整，两人展现良好的默契，还加演歌中剧，与女舞者性感共舞。而同样以高音著称的两人，一人一句飙嗓，听得观众相当过瘾。当然，另一组冠军大热门也准备好了应战。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电脑上窗口，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。杨宗纬找来大陆歌手李泉翻唱范晓萱的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。李泉钢琴伴奏，杨宗纬选择熟悉的歌入，除了融入深情，还不忘展现两人高亢的嗓音。两组冠军热门人选，光是彩排就使出全力，让人更期待总决赛上的厮杀。东森新闻苏月虎、吕嘉宪综合报道。